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但愿每一天在神的真理当中，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祝福。我还是要说，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在我，在你的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。他造我们这个人是有一个托付的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他有一个荣耀的托付要我们去完成。而我们的仇敌撒旦用各种方法让我们停工，不能够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计划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？要弄清楚撒旦的诡计到底是什么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魔鬼的诡计，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看到魔鬼的第一个诡计是常常让人怀疑神的话，怀疑整本圣经里面神的真理。而我昨天和你分享说，我常常觉得最可怕的一个怀疑就是怀疑神的爱。如果我只是在一些枝枝节节的事上弄不清楚，好，我知道了就改过来。但是如果我怀疑神对我永远的爱，常常人就再也走不回到祝福里了。不论你的光景如何，不论你现在生命的光景如何，不论你喜不喜欢你自己，不论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很棒，你觉得哇，感谢主，靠神我现在很刚强，或者你可能软弱的瘫在地上，不管你的光景如何，请你记得圣经里的一个真理，神的话说他以永远的爱爱你。谢谢主，因为他爱我，我即便瘫在地上都可以重新站起来。撒旦用各种方法去让夏娃这个人的代表中了他的诡计。比如说昨天说他在伊甸园里面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？真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神说你们不可以吃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你看撒旦的诡计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不可以吃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吗？听起来大部分的字都差不多，但是那个所有的就错了，这叫做似是而非。神没有说不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，神是说里面有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模糊的听下，神好像有这么说。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对付撒旦的谎言？就是真理，就是对真理能够熟悉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鼓励弟兄姊妹，我还是要说，千万不要用恩典365代替你自己每天的读圣经的灵修，它不能的。因为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，很好，
好像灵修一样，帮助我们能够多得一点神话语里面的丰富。但是整本圣经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去读它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模模糊糊，一知半解，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撒旦讲的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。如果夏娃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神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好像听亚当说过，好像是说不能够吃，是不能吃一颗还是不能吃几颗，还是哪，他如果搞不清楚神真正在说什么，就很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。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，我求神帮助我们。因此怎么样能够抵挡撒旦的谎言，就是我对真理很熟悉。我们好多次跟大家分享到说，那个很多假钞啊，那个钞票如果是假的，你怎么样能够分辨那个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对真钞很熟悉，你对真的钞票非常熟悉，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。你一看，我也曾跟大家分享过说，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爱演戏，我很喜欢逗，常常打电话回家给我太太。我们是相亲结婚的，所以其实我们结婚前没有那么熟悉啊，所以我打电话回家就装各种声音啊，老人的声音，小孩的声音，那个这个讲台湾国语，讲奇奇怪怪，然后每次都吓他，就跟他那胡扯，然后就觉得好怪。他就在想，这人是谁啊，怎么有一个这么怪的人打电话到家里面来？弄了很久我才说，哈，你被我骗了，我是柯少恩。哇，他就很生气。我们结婚25年，有的时候突然那个年纪很大了，还有这个童心，突然跑打个电话回去，装一个声音去吓他。我才刚刚开口说第一句话，他就说：“说话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他马上分出来，你就是柯少恩嘛，你再怎么假也假不过。为什么？因为25年来他太熟悉我。你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分辨撒旦的谎言？就是熟悉圣经。如果你不熟悉圣经，撒旦随便讲一点什么东西，你根本无法分辨。你看撒旦骗夏娃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能够分辨撒旦的谎言？我再说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撒旦是说谎言之人的父，他是一天到晚用谎言欺骗人的。但是怎么样能够胜过他的谎言？就是熟悉真理。但愿今天上帝鼓励我们对神的话更多的熟悉，好好读圣经。上帝祝福你。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。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，是你恩典的承诺。想起你。
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在